实在是太红了。Wonder Girls 昨天一来台湾呢，马上就上了小 S 跟蔡康永的这个《康熙来了》啊。那么小 S 又再度麻辣开问，就一下子就问到女生的初夜了，把人家吓了一大跳。但是小 S 也被吓到了哦，因为呢 ，Wonder Girls 虽然贵为女子天团，但是要是团员迟到的话，是会被罚跪的。遇到全台最麻辣的小 S， 这个问题可是让他们吓出一身冷汗。请问一下，你们五位的第一次是什么事？你嗨什么？又不是问你。我真的有怎么样的第一次？私密的问题让他们好害羞，一旁的蔡康永赶紧解围，要他们入座。第一关遇到小 S， 想到这时候陈汉典也来搅局。不会算，是不会被打了，但是如果迟到的话，可能就会要去那个跪着罚站这样。好，怎么跪着吗？哎，汉典来，跪着罚站，很示范一下我看。哎，我是 Super Junior 韩庚哟，你是吗？韩庚哟，你是。被制止了。小 S 麻辣问加上陈汉典 Wonder Girl， 有时被逗得大笑，有时候害羞不敢回答。台湾麻辣一姐遇到少女天团。